其实旗山医院我很熟悉，因为我很多亲友在这边看病，他们都待育有加。啊，特别是我们七美九区这一些地方，那个老人人口都比较高。那我也知道你们长照做得很有口碑，我想我们是以社区为基础，然后以家庭为中心，在地安老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。那市长也很重视这一件事情哦，高雄市的长照越来越做得越好哦。啊，大家人拢得着照顾，啊，出面的人会当来甲看吼，这是足甘心、足安心、温暖的事情哦。这个在地医疗哦，然后呢，在地安老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哦。看到院长还有副院长带领的这个团队做得这么好哦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医疗还有长照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，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谢谢。